送给我的朋友詹宇豪，今天我够衰了，不是别人拍到他，自己拍到自己。Yeah， 跳楼梯，前几天从乡回来，听到狗周刊拍的宇豪跟拉拉，场面有点温馨，有点甜蜜，有什么不可以？这片不心三色嘴对嘴，年轻人都试过恋爱，怎么不可以嘴对嘴？我说真心话大冒险游戏，游戏就是这样玩。心话大冒险游戏，还有更夸张、更恐怖的，只是你们没有机会看到啊。上集说他把过八个妹，但都说他把过九个妹，两个人还可以互相吹吹，只是好多没有机会看到啊。狗儿啊，狗儿啊，真可怜，拍不到照片还要花大钱。如果你们没拍到又这么有空，要不要干脆把宣传套通通拿去用？你真的要放下那身段？你真的要为艺人着想？这是你天生的使命，不适合跟